画面中机车骑士本来好好的直行在路上，没想到通过路口没多久，右侧骑着红色机车的阿伯却突然无预警大回转，骑士反应不及应声撞上。出事了，阿伯试图切西瓜被撞，阿伯倒地不起。换个角度再看一次，红色机车被撞后整个腾空飞起，阿伯从车上跌落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还好后方车辆闪得快，才没有再次撞上。这起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9点多，宜兰中山路5段。原本在路边的阿伯连续跨越了两个车道大回转，疑似是想要直接切到对向的加油站加油，直行骑士反应不及，才会直接撞上。原坡透露，被撞的阿伯起身后第一句话竟然是飙骂你们少年都骑这么快，明明是自己违规却恶人先告状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你不回转谁会撞到你，真的是